姐姐演得好吗？是妹妹。想说我们分不清，我跟你讲，对，开心。Hello， 右边的朋友，左边的朋友，听着听着又哭了。朋友口中听说你和他的。介绍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对，好，就是穿比较成熟一点的颜色是姐姐 Miko， 那我像小黄鸭是妹妹。我是你，最近很流行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小黄鸭。那我是 Yumi， 没错，比较喜欢 Yumi 还是 Miko 呢？你们啊，太会回答了，他们叫 Yuko。好啦。